引导这个女童，就是在做有相当有意义的事情，要查证属实。我会赠送新台币10万元，感谢你。只要我们查到这些劫匪性的九岁女童的下落，首先写信并录相关文件证明文件，寄到我们高雄区立温社的电子信箱。只要查证属实，我会赠送新台币10万元，感谢。这个奖金虽然不高，但是这个是我的心意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让大家我们更多的。善心人士，大家正事实上，你帮我引导这个女童，就是在做有相当有意义的事情。这个因为普世的价值 ，L O V E love， 这个是普世的价值，是人性的光明面。所以我在这里提出多地寻人启事，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帮忙，那么引导到这位女童。就说你今天要帮助乌克兰的孩子，我们就尽我们能力去帮助。至于是不是认养？最重要的是孩子的个人意愿，那我是建议就是说，我们就是资助，我们新竹文社愿意资助啊100位啊这样子的孤儿，我们来啊来发起这个啊协助他们的一个活动。那我相信我们福人社有这个能力的，我们福人社其实真的是在善心人士的捐款部分，福人社真的是蛮强的。我也相信我们有这个能力啊，可以去完成这个理想啊。